祝福大家新年好。今天是2014年甲午年正月初一，净空在这里跟诸位同学们拜年，祝贺大家新春愉快，吉祥如意，福慧增长，法喜充满。过去我们会在这下面呢加上四句啊，作为呢新年的共勉，那就是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就诸恶莫作而言，我们应该常存感恩心，赞叹我们的人是恩人，回报我们的人也是恩人，都是佛菩萨示现，都是要感恩，处在顺境善缘当中，要知道啊，这是消我们善业，所以不会生起贪爱或愚痴的念头，而是保持清净平等处，处在逆境恶缘当中，要知道啊，这是消我们的恶业，所以不会生起嗔恚心，还是保持清净平等，这样呢就是修戒定慧，灭贪嗔痴，在任何境界当中都不忘记提升自己的清净平等处，就与佛菩萨相应，这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说过，处逆境随我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处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啊，那么就众善奉行而言，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应该放下一切杂念妄念，一心一意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念佛是善中之善，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方能消宿业，戒尘自可转凡心，又说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十分诚心得十分利益。我们以至诚恳切的心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但利益自己，而且能感化他人，有助于化解世界戾气与灾难。啊，当前这个时代，弘护圣贤教育，挽救世道人心，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善事。啊，我们在马来西亚成立汉学院，培养传统文化儒释道的弘护人才，希望将传统文化传扬到全世界，啊，帮助化解一切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这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重大的善举。所以这个有发心赞助马来汉学院啊，共享圣居啊，这也是修大福德，行大善事啊。那么另外我们在斯里兰卡啊发起建立国际佛教大学与国际宗教大学，佛教大学是培养全世界佛教弘护人才，宗教大学呢是我们
联络联合全世界不同的宗教，互相学习，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那么这也是弘护宗教圣贤教育的一桩大好事，所以护持各级佛教大学和各级宗教大学都是功德无量的大福德大善业，修集这些大福大善能帮助自己圆满世出世间的愿望，这就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我们将这些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必定能成为往生强烈的助缘啊，可以提升我们的品位，早日圆成佛果，广度法界有情啊。正因为如是，所以我们常说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念念如意，最后仅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20个字祝福大家心念吉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事事如意。